错啊，错啊错啊，好，我往那边开走，你往这边开走，一人挖一边，浮在上面，头顶动在水。哎呦，怕！太小。上一届秋风寺里面都活最久，这就是最早阵亡的。哎、欸，对、欸，哦，对不起啦。上一届我一直在追秋风啊。上一届你可以一打二，惨惨就爆炸了。哦，没有，当时喝酒比较偏，没有办法。嗯，运气比较好，他们两个脸没有对着我。哎呀，我好像把这岩浆堵掉、啊，看下面有没有钻石哦。是经验值。嗯，那熔炉嘞？够吗？熔炉在我这边，我来。又放出来。好啊。等一下哦。现在。在哪里？这里。我放这里。这里。啊，我没碳了，交给你。哦，好，我给你四个。你们木头都够吗？应该吧，应该七个还够了。目前好，我这边很多，你们需要再说。哦、先来做门。耶、yeah, ，来找钻石喽！哎，然、哦、后一层岩浆而已。对。两个、三个，哎呦，乖，我的碳怎么都不见了？汪汪，你挖走了是不是？我挖走了、啊，我在那个熔炉里面放了十个，好，我再多给你十个。不用不用不用，嗯，没关系，我这边基本上不需要火吧？这边很明亮哦。哦，找到洞了，一个、两个、四个，放不下去了，嗯。哭公声一下，哭公咳咳声。哦哦哦哦哦，吓一跳。哦，这边开始是交界点。哦，放不下去。吓死！怎么啦？历史打我，好痛！历史不乖，不玩了，玩个游戏也不打，不是只有我能打人吗？嗯，原来是这样子啊。哦，好，应该是没东西。嗯，黄金。黄金，这是峡谷哎。嗯，哦，你们走好远哦。我没有看到。我把东西往前带好了。不用。哎，不用。蜘蛛过来 ，nice。你不要上去。来来来，过来来来来。来啦，过来。你在哄小孩？赶紧滚！我把铁放这。两条线，小心你要钓鱼吗？现在可以啊，越早越好。都可，我帮你挖一桶水。哎、欸，你们知道有一桶水能够有啊？那个我知道啊。做我本来要在那个影片下面留言的。一桶水就可以做无限水源。嗯，真的哦。一桶水跟九个沙子，好猛哦！
哎，没有啊，三个不就好了？三个就是一个水瓶。哦，九个那个啦，玻璃啊。对，九个。三个玻璃，三个玻璃。好妙、哦。我在讲什么？这样没睡醒。真的没睡醒。Icon 啊，哎呦，有铁，真好。跟帮你捞铁。一桶水跟九块玻璃。哦哦哦哦哦哦哦！还是说只要是真的是峡谷哎、欸？还是说只要是方块都可以啊？什么方块？没有，要玻璃，要玻璃，因为要做玻璃。好怕卡输入法，在这种地方。有一次就是在这种地方被输入法弄死了。嗯，注意明条。明条现身。啊，好，我来做一个铁镐。叮。嗯，我要上去帮你们挖水桶吗？不用，我们这边要。好，先有一桶。我有一桶啦，那是两桶啦。嗯嗯。啊！哒哒！有水桶放箱子哦，好啊，还行。那我们据点要往前移了吗？No。哎呦。有历史。So quiet. Ta-da! Silent. 感谢，这是李李吗？感谢李李的，感谢李李订阅，感谢李李订阅。So happy.听到惨叫声。什么惨叫声？一楼的工作室那边。听起来是二楼的。二楼因为没有很大声，不是团，所以应该是哈基的。听起来。你怎么那么喜欢弹舌头啊？你不喜欢吗？没有啊。哦，没有，就因为没什么声音。那可以唱歌啊。啊，唱歌吗？我对艾琳。觉得怕。你那天不是听歌听了很久？今天姚生日是不是？但是我听的是单纯的音乐，没有。对啊，你可以哼啊。说实话，我哼不出几首来。已经混乱了，有蚊子，可恶！打他，揍他，把他当作摇一样打下去。哎哎，
好，哇，生气人厌呢，难过。哒哒。思考。看到一只杰瑞。八个，两个，一个，好，这边没有什么进展。哎呦，来做剑士好了，期待你们做出功来。哦，好可怕，小僵尸，觉得怕，觉得怕。觉得怕，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好。没掉。你说弓吗？你说大骨弓掉。骨头，骨头也好啊，上面有狗狗。一根。一根哦，哦，那先收集好了。这么快变多了。应该附近有个差两根。人多怪多。好，噔噔噔，哦，又往这边，顺便找苹果，不用了，苹果已经很多了。很多啊，我们加起来有差不多十个。我两个，然后杰瑞有六个，然后我有两个，十个。看到青队少一个字很难受，青而已啊。雄青，青会使啊。好多怪物声哦。右边一只僵尸。右边是僵尸，哦，好，你那边是右边，那我这边是右边的右边。哎呦，哦，看到一只拿钻，不是拿铁剑的僵尸，拿钻剑的僵尸，我不打爆。哎，那边感觉好像有升怪塔哦，杰瑞，你先退回来一下，好多僵尸哦。好，哎，这边的三只僵尸。好，我引走一只了。好，好，我这边解决了。哎，对，又来，那边应该有升怪塔，我觉得，可能只是太黑了，然后附近被擦亮了，啊，也有可能啊，哦，好奇看一下，哎，怎么跳不起来？觉得怕，哦，好怕，很怕，超怕，好，有的话就要前进啊，有蜈蚣右边哦，小心，蜈蚣右边，我先引下来。好，下来了。好，我帮你弄。好，换你打。啊，掉了。哎呦，有功。哦，还有耐久还有一半呢。一半哦，可以啊。对啊，有136。又一次哦。哎呦，又一次哦，小心哦。好帮你。哎呀，没事，举着，没事。你有事吗？我刚一跳上来看到一只在吃，然后我就举起灯牌来，刚好 PD 时间够。好，有了。注意前面啊，前面是凹洞。好，黄金。先注意前面啊，这边是峡谷，我们是刚刚看到的峡谷。然后有绿宝石。看过的峡谷吗？嗯，应该是。哦，喵哈，喵哈要死，喵哈要死，喵哈要死。要死啊，喵哈！哇，没事，我的。在哪一队打？竟然没还击。
喵，反正就是喵，全程举着盾而已。对，喵的个性就是。哇塞，一颗心存活下来。要死了，要死了，要死了，完毕了。